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蓝、啊、今天呢要来跟大家、看一下的呢是这一幅算是比较偏向是控制以这个洁净的领域为主轴的一幅控制主教。那这幅来讲的话呢，就是要靠着这张洁净的领域哦，它的效果呢是在它在护场上的时候呢，你第一次使用补血的时候，它会打对方的从者三。那如果是第二次的话呢，会召一只这个四四的圣元猛虎出来。第三次的话呢，会随机给一个从者加加跟守护，还有不能够指定。那如果就是只有三次而已。那如果入场的时候呢，自己的 EP 比对方多的话，会回自己的 PP 两点。所以你后手四费的时候，它是可以直接卸下去，然后搭配像是光明神父、赛特这样子击中一的回血，或者是罗莲娜所拿到的圣水，可以有机会在四特的地方就去用出两次的这个，就是招出一只圣猛虎啦，再配进化点，那其实这算是蛮厉害的一个 combo。那这副不像其他的这个构组里面有那个三费的乌龟来去找接近的领域，这副的话基本上就纯粹靠的宝石的光辉去找。那前期的节奏算是比较差一点点哦，可能在三费的地方就需要去快速的补牌，或是打妙处，四费的地方就要直接靠接近的领域去做一整波的返场。那如果你是先手的话呢，拍下去五费的地方利用世界，再加上可能是杰斯体去吃其他的自然卡片来去做到整个的这个轮转，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部分。那整副牌的自然牌也就只有两个嘛，然后妙术少女两张，仁爱光芒也算是很有效的五费 AOE 哦，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稍微记着一下。那整副的这个构筑啊，以及是大概的打法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啊，我们就直接进这个实战之中来看一下这副牌打起来大概的感觉。OK， 那这边第一把打到这个是什么职业啊？皇家吗？龙族靠背，我都完全不知道这个，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他这样是龙族吧？哦，龙族 OK。龙族他现在就两种嘛，一个就是大大龙，另外一个就是气牌龙，但两个基本上都一定会有庭院，那就看他等一下的打法。那我们记住这边。抽出了领域之后，我们三费的地方应该可以再做一波祈愿。整体上来讲的话，前面的压力正常来说应该不会这么大。只是如果说他这边双跳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的压力就大了。这是选择自由冒险者、欸，难道他其实是还有含跳费那一轴的吗？我们等下如果。接近领域拍下去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招怪出来的，因为好像是他这到底什么？有 PP， 因为我们现在的自然的卡片只有一张嘛，现在是没办法融合的，所以我如果这边打下去的话，只能选择一次性的一打三，会比较尴尬一点点。除非我等一下再打一张，再打一张的话，我就可以打光明加上，就再打一个接近，然后打光明跟尤哈里。只是这里的伤害可能要吃有点多，会有点硬，但我愿意试试看，因为这边直接用光明去补的话，其实效果也没有很好。不过如果我等一下接近的话，一样是剩三 PP， 光明加尤哈里也不行，所以我这边可能就是。要卡一波世界，或者是用这个仁爱光芒扫一波等一个机会。哥布林猎阵，哥布林猎阵其实还真的是可以仁爱光芒的机会。哎呦，最近如果是进光明神父的话，我就可以考虑接近领域了，因为这边补一口，喷两个，然后再补一口。这样有一点点危险，但这turn应该还不至于会死，应该啦，应该是还不会死。只是等下世界的话，不见得反得回场。他这个是哥布林进化走的，他这到底是什么？这是快攻龙吗？脸龙？
感觉比较有可能是脸龙。OK， 这边是绝对零度，平常扫一，三费一三嘛。这个东西其实出了之后用的人不多哎，没有真的这么看到这么多的人在使用，算蛮少的。如果我这边再进一张一费补的话，那是最好。没有的话，其实我也可以期待会进一张一费补。气场不能这样期待。哦，可以。这样互吃一下，哇！他两个都给在同一只身上，这样小尴尬。压一颗进化点去过嘛，所以现在九费直接再一波哥布林列阵，他这样要撞一二三四，他的这个世界会过不了嘛？我们。目前来说应该是有优势的，三张的话会吸血，他直接全部撞掉。有花梨，那我觉得这边拍一波拉应该是很实在的。他这边要靠什么粘我啊？食えるかどうか食いや分かる。受けてみよう。世界は巡り。荒野に創造の弾みを入れる。七点伤害。这种组好像有点牛逼。这边再一个世界，創生は来たり。ハラガ。準備完了よ。聖なる盾よ。就喷出去嘛，我们这边保一下自己的头。其实不太知道他这副要怎么赢哎，他应该就是靠铺场，然后要直接敲人家头敲爆了。啊，他遇到我这个，他应该也拿我没什么办法。两费打七，然后他又没有那个了。两张的话，原本就有疾驰，他这样怎么过？过这张 ，OK。下一趟我们总共会 A 四嘛，四加五等于九，九。不要斩了，四加五等于九，这样斩了吗？他在我手上有这个啦。OK， 过了。私こそがあなたの勝利。華やかに舞い。鮮やかに切る。这一手的话，其实我甚至会想要这样子留，因为讲认真的，两费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打，一费两费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打，我三费打一个妙处，四费直接去做到最好。四费直接去搭，就是一，然后再加吃一张之类的。二好像也可以先不用吃。骑士，只是现在这边会有一点点硬而已，有点痛。大家可以四，然后二补，然后五吃。但下次可以再四，然后再二补之类的。
是二补，五吃，因为这个零基本上不可能打下去了，只是看我这边，我这边也不可能再吃一张嘛，所以我这边就只能做到这边。然后等一下他应该是要艾米莉亚压进化点，然后个觉得来撞，那我可以再捷径，这样的话他的艾米莉亚就是6D 嘛，我可以再捷径，然后补一口，再补一口。他基本上量子一定扛不住了，因为这样子那回合的话，我场上可以有两只66的猛虎，或者是一只40，一只88嘛，不一定，看那个随机怎么加。哦，他如果没有的话，那他很惨欸，他这边抽爆的话，那他极惨欸，他是惨到不行的那种。我甚至这边还可以，现在可以先不做欸，我也可以做这边做两只啦。可是我觉得以现在才六 turn 来讲的话，我大可不用那么急。作戦开始。因为下一回合他一定是被我全部扫光光嘛，在这边再补一口嘛。必杀的话，最好可以压一个进化点给他。剩一张李莹，这晚点再吃，因为这个吃下去，其实，哦，干，忘了会有第二张这鬼东西了。那就是给我这样连拍，这其实也麻烦呢。鞋子，就我用赛特回合结束的时候会升嘛，那我要。这是第一个嘛，然后这边第二个，这边找两只出来，然后回合结束的时候再加一下60必杀，再加一个66啊，他如果再一张，然后再点点点啊，我头可以是爆，也是爆开。重厚なる盾を見よう。知りなさい。鍛えられし我が身とこの盾で。这边他三张加起来还不能过我这个60，所以他只能过这边。但他这个进化点压了，所以我觉得他偏硬。舞い終えました。这里再补一个就可以热血敲头了嘛？问题不大，很稳。OK， 那这边的话呢是这一副，我看到他是写15连啊，15连的这个控制捷径的领域护符教的这个牌组介绍影片。那这边算是一个测试啊，其实这副牌我之前就有稍微组过，有点不一样的，但他这副算是很硬，就是他的节奏放得很中期，他前面的地方他也不管，他就是是非我就是要拍。拍完之后想办法利用这护符来返场，用进化点啊，利用他打的这个随机伤害来去做返场。老实讲算是有点硬，但玩起来比想象中的还要再舒服一点点。本来我会觉得说很容易很卡，然后卡一卡可能就快死了，但刚刚看得出来，说实在我可以利用世界啊，利用一些回血手段啊，是算是有效的，可以来把这个场面给 hold 回来。
那也都算是有做到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试一下，因为说实在的，这副牌也没什么特别多的新的红卡。OK， 那这里面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底下地方留言告诉我。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一下赞以及是订阅。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拜拜。